队里的目标肯定是想要超越上一届的我们，就是我们一定会比更年轻的我们更做得更好。我个人的目标肯定是希望能够，发挥出一个很好，不能说很好吧，就是较高的竞技水平。因为其实从去 WNBA 到现在，已经有现在到现在也差不多4个月了。到现在，我一直觉得我没有把真正的竞技状态，或者说没有把我最好的表现展现出来，所以我也希望在世界杯这个很大的舞台上，能够尽我所能，把我能做的东西都做好，然后也展现给世界看，我其实可以做得更好。